生肖鸡，八月色凄迷，指尖里遗留躺着寂寞与悲伤。听一首同样悲凉的歌曲，文字中满是怀念与患得患失的阴霾。蓝天、白云、花朵、树木、清风、鸟叫、蝉鸣，总是在这样醉人心田的初夏，我与他绕在紫色的花海里，穿着紫色的蕾丝衣裤，风儿吹过伴着淡淡清香的紫色的花海，吹起我们紫色香气的秀发与衣摆，她的美丽阳光般的笑容，春真深情开朗的眼眸，银铃般的笑声，与香气四溢的花海如胶似漆的缠绵在一起，记忆里的浪漫，回头间的温暖，不久后的灯火阑珊处，他已不在，他的灵魂在天堂里，会回首这段美好的情谊吗？今年生人，心性多活泼，好动，伶俐，多才且灵巧，有竞争而敏捷的手腕，又有侠义的心肠，多为他人的事，放弃自己的事物，平常好说大话，不合自己的意见，都及时反对且集体，又带有虚言，赵伟的行为中为刑罚之苦的人有之，对此缺点矫正方可以成功发达。属鸡的人进入工作运越走越旺，能得到太岁的鼎力相助，做什么事都是顺风又顺水，名利双收，属鸡的人此月能够在工作上大展拳脚。关于上班一族来说，跟搭档共处越来越调和，工作建立的成果也能够得到上司领导的认可。只要你们保持这样的状况，工作必定步步高升，更美好的日子等着你们。属鸡的人心底善良，性情活跃，开端吉星照射，导师全体运势上升，财气滚滚，家事把握住好运，取得的硕果让他们愈加有信心。此外，生肖鸡之人因好运影响，工作中跟着人脉逐步宽广，往后工作中权力和财富都得到提高，定能家业兴隆。生肖鼠鸡人喜事进门，天丁又发财，人旺家旺，事事顺，一是财路开端大涨。由于是金元大旺之际，恰是鼠鸡人的食伤星，食伤旺往往代表一个人的时机多，而且食伤可以生财，必定在挣钱方面变得很简单，还会有艳遇，桃花怒放。独身者简单收成圆满爱情，爱情者踏进婚姻殿堂，已婚者简单好运。这是专门为不同的属相制定的专属狩猎，在改善运程，弥补各方面带来的不好，把它随身佩戴在身上，就可以很好的改善和提高你当时的运气，能够更多的关注到你，感应到你，做事都会更顺利了，财运也红火起来，整个家庭也更和睦，家家运势也往上升。点击下方蓝色字体，查看属于你的本命魔开光吉祥物，拥有它你将会使得一生聚财守财，顺利平安，消灾免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